行吗你？打你没问题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客户约我打网球，我想先练练，你们不介意教教我吧？这种客户有需要见吗？我教你。像我哥这种病刚好，他现在不适合打球，我来教你。等等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我来吧。别急，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一起教我怎么样？嚣张。告诉你什么叫网球。哎，是不是打错了？没，是我不小心。再来。球拍都握不好，看哥的。好厉害！我来。小时你们就不行了，我还没热身呢。来，继续。小七，你绝对是专业的，你是不是耍我们玩呢？不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哟，要不咱们换个运动？篮球、足球，要不然相扑，或者跳高，选一个呗。你约的客户呢？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再过3个小时就到了。哎，刘总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你就那么想摆脱我吗？你居然都知道，干嘛还要跟过来？走了。小七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傻呀你？生病了还逞能？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，你回去不就好了吗？不行。啊？什么不行？把你让给他就是不行。